我们恭请真佛宗无上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为与会大众赐授授传大幻化王传承法流灌顶，南无大幻化王金刚不共大法灌顶，大幻化王文武百尊灌顶，大幻化王通身四眼灌顶，真佛波叶藏智慧总集灌顶，中英文教得度法灌顶，南无大力金刚法灌顶，环境法灌顶，而今天也包含皈依及结缘灌顶。Today's empowerment consists of 8 empowerments at one go. The Mahatara Heruka 4 major empowerments. The True Buddha Prashna Wisdom Empowerment. The Bardo Verbal Instruction Empowerment. The Mahabala Empowerment.And the purification empowerment. Today's empowerment also include the refuge empowerment. 再次恳请大家自行处理自己的垃圾。如果你看到地上有垃圾，也请你把它捡起来。非常感谢。还有，如果你有看到椅子有这个号码贴，也请顺手把它撕掉，以减轻门义工们的善后工作。再次的感谢大家的配合与合作。由于今天人数众多，我们请保安义工们在旁维持秩序。也请大家遵照保安义工的指示，让我们这次的灌顶能够顺利圆满完成。圣尊慈悲，今天将赐予与会大众首传大幻化王传承法流灌顶，南无大幻化王金刚不共大法灌顶，大幻化王文武百尊灌顶，大幻化王通身视野灌顶，真佛波叶藏智慧总集灌顶，中英文教得度法灌顶，南无大力金刚法灌顶，环境法灌顶，而今天也包含皈依及结缘灌顶。大家可以手结手印，观想圣尊大幻化王金刚以及大力金刚慈悲的救度。
Thank you.
速的经过灌顶关。问在场的义工。
上的。领后的我们，请你们加快脚步。
的人数众多，希望我们能够尽快完成冠礼仪式，请大家快速经过冠礼关，离出口处请勿停留，即刻疏散，让后面的人才能够顺利的走出去。
楼 level one 及一楼 level two 的同门师准备接受欢迎。Thank you.
受灌顶。继续的往前走，继续的经过灌顶班。
我们观想大幻化王金刚放大光明，大力金刚放大光明，根本传承上师放大光明，所有的佛菩萨放大光明加持。Thank you.
特别感谢时时不断叮咛我们，犹如父亲般
生生世世佛缘具足法眼力，时时刻刻能与佛同在。我们在人生当中寻寻觅觅，不断的在寻找我们生命中的导师。如今我们遇到了最尊贵的根本上师，让我们好好珍惜每一次的高原，让我们能够绵绵贯累，继续得到圣尊慈悲的加持力。是大家共同缔造的硕果。
接受冠顶后门加快你的脚步到南城北来接受冠顶。